拍古装剧最容易一不小心就会出现现代物品，造成穿帮。看这个镜头，叫着夫君，应该是一场悲情戏，可是他的口袋里却露出了手机。原来古代就有手机了呀，那赶紧打电话叫人来抢救吧，哈哈。再来看看这位被绑着的大哥，绳子那么松你还在内挂着，导演你就不会把绳子绑好点吗？看得我心好累呀，厉害了我的杨幂啊，力气不小啊，但更加佩服你的五指神功。后面建高楼大厦还没完工吗？大清皇宫的自来水管好有亮点啊。魏兄准备写无字天书，导演这后期是谁制作的？钢丝都没有去掉，晚上的盒饭也顺便去掉吧。哇，好厉害呀，回击也穿越了。话说那个年代不应该是用铜镜的捏种吗？又穿越了玻璃镜，这不是个战争片，可是八火上的地址已经穿帮了。那个时候中国就已经发展物流快递了吗？怪不得现在的物流这么发达，原来早就有了。网友，导演拍戏能不能走点心呀？你们喜欢这些穿帮的镜头吗？还有其他什么镜头都欢迎下方评价。